一個機場啦，就而家11:00，咁因為個班機咧 book 5:00，所以咧變咗而家咧有5個鐘頭啦，或者去呢個 Hilton 嗰度3個鐘，喺嗰度咁啊。咁呢度咧就係行過去。可以行過去。而 Chita 呢個城市呢係啊，人口好少啊。我哋做翻譯呢，其實呢係過到嚟呢個 Chita 呢度做，係收1000蚊，而機票本身都已經係去咗500蚊啦，包酒店。咁是那個 USCIS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Services 呢，那個官呢首先呢就會問問他一些問題，叫個翻譯宣誓完之後呢就叫當事人宣誓，宣誓完之後呢就會問他有沒有物件，在2020年至到2007年嗰陣時咧，冇帶，即係冇申請，係點解？咁樣紙張，又話呢段時間係啊，將係啊，證明佢點解遲咗。律師咧成日就證明自己證據啊，唔會寫文嘅。咁所以咧，律師其實應該要啊寫封信去決定。主要 interview 啦，咁樣問嘅時候咧係冇用嘅，因為咧冇一啲紙張係證明咗佢係真係。點解遲咗？律師好多時咧收錢，但係咧就唔會同佢寫文嘅，唔會話盡量同你做到為止嘅，佢哋只會同你。攞曬啲資料，攞曬啲證據，講求證據。情理咧就唔會講，因為佢知道佢一寫一封信嘅時候，佢哋冇個風險係大。咁樣，淨係嚟呢個地方都嚟幾次。就是因為他想等到老婆回心轉意，但是今天呢他的官呢就說還要 further review 再看啲文件呢，又未必夠力的。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，他這個750咧，凍過水。